第十五题，平常喝汽水可以发现到有铁罐和铝罐。关于铁和铝，下列何者正确？A. 含碳量，生铁大于不锈钢大于熟铁，这个是对的。这老师上课讲过，生铁含碳量最高，熟铁含碳量最少，熟铁会接近纯铁，所以选项 A 是对的。选项 B，建筑材料中常会用铝取代铁，是因为铝比铁不易生锈，这个是错的。铝的活性比铁大，铝比铁更容易生锈，但是它生成的氧化物是一个致密层，可以保护内部的金属不会继续的被锈蚀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做所谓的铝门窗这样的东西，所以选项 B 呢是错的。选项 C，铁加入了 Cr 跟 Ne 可制成不锈钢。我们的国中教的不锈钢是加了所谓的铬跟镍，铬的元素符号是 Cr，镍的符号元素符号是 Ni，不是 Ne，所以呢，选项 C 呢是错的。选项 D，铝是地壳中含量最丰富的元素，且密度小，可用于制造飞机，这个是错的。地壳中含量元素的前四位是氧、系、铝、铁，铝是含量最丰富的金属元素。但不是含量最丰富的元素，选项 D 是错的。因此，第十五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含碳量，生铁大于不锈钢大于熟铁。